新闻继续要来看是台湾会议基金会，拢在过年前举办着关怀会的活动，今年是在一月八号来起跑，这是嘉义市政府首次配合着关怀友爱，呼吁社会大众在关怀会期间发挥大爱，拥有关怀，让爱不缺席。过一个月就是农历过年，连续假期游子返乡以及出国的人真多，这个期间是比较较容易欠费的时阵。为着要提早躲避充裕的医疗用费，来供应春节前后患者需费的需求，台湾血液基金会原例伫过年前一个月，也就是一月七八到二月七八举行关怀会活动，邀请民众伫这段时间发挥爱心，踊跃关怀。今年嘉义市首次配合关怀友爱活动，邀请到嘉义市长免费参与证书，并集结嘉义市地区爱心团体。跟车队做伙参与活动。那最重要的，在每一次春节过年期间呢，往往就是缺血最严重的时候，因为需求量大，大家又在放假，所以会把过年前的一个月作为捐血月。我想，身为台湾其中的一份子，嘉义人更不能落后。所以呢，嘉义这个地方，我们一起也一同发起来，大家捐血有爱，舍我其谁。我想这样的一个活动是非常的有意义。那个很场的有富人社、同济会、文在店、大天宫、福天茂基金会等等的善心团体，做伙骑着卡踏车，将爱心传递到整个嘉义市。呼吁社会大众在关怀月期间发挥大爱，踊跃关怀，为春节期间患者的会员做努力，让爱无缺席。谢新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。